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1104页。1104页，请看第四行。二，行不退，于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也。这是一小段。我们在昨天跟大家汇报三种不退的，第一个位不退。正得位不退，他就不会再堕落到三途里面。这是讲到正得小圣初果须陀洹。那如果达到行不退呢？最起码也是阿罗汉这个身份。退转是我们修行人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很不好。怎么说呢？辛辛苦苦修了一段时间以后，遇到外缘的干扰，我们就动摇初心。那怎么样让自己不退转呢？现在佛菩萨又不在世，我们唯一让自己不退转的方法就是读经不间断，听经不间断，念佛不中断，拜佛也不中断。所以这个行不退啊，就是讲为了帮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菩萨是哪一道都要去，而且他们弘法这个工作真的是做到了不疲不厌。下面再说第三个，念不退，于正念不退转也。那这个境界就比前面的行不退还要高，它是属于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大德。这些圣人念念去向无上菩提，他已经到达了十宝庄严土，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到那里才算是修学佛法达到究竟圆满。下面念老在引用智者大师所注解的观经的一个著作，叫做《观经妙宗钞》。大师告诉我们，若破见思，名位不退。我们现在是凡夫嘛，那凡夫呢还有见思烦恼，如果您把这个破掉了，就正得位不退了，则永不失超凡假。
括弧里面再解释一下，是指永远超出于凡夫之假有。我们凡夫的麻烦在哪呢？把那个假有当真，大家说是不是？为什么昨天还跟人家生气？把自己当真，把对方也当真，把那个事当真，而不晓得它是什么呢？假有啊。所以呢，证得这一个位不退，哎，他能够超越六道，能够证阿罗汉。福断尘沙，明行不退，则永不失菩萨之行。他真正能够行菩萨道，发大心呢，救苦救难。说个烦恼啊，像尘沙一样，证明这种烦恼的数量很多，很复杂。可以做到拂尘沙烦恼，甚至还能够断尘沙烦恼，那就太好了。这个叫做行不退，他呢永远不会失去菩萨之行。我们也许要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尘沙烦恼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分别，有了分别，这个人就不平等。所以呢，菩萨他对于这个烦恼是有福，还能够断掉。福是功夫浅一点的，像十信菩萨、三圣菩萨。那如果断呢，功夫就深了。菩萨真的是很辛苦啊，天天在求学，天天呢都在下化众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早一点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甚至无明烦恼，也都要把它放下。这个拂断尘沙烦恼，在我们现前就有一位活生生的好例子——海贤老上。想必大家都看过他老人家的光碟，你看他老人家在困难的时候，历尽恶缘当中，依旧不退失菩萨心，受尽千辛万苦，受尽那么多的折磨，他的道心都没有动摇过。看着那片光碟，我们也要马上想到自己的菩提心到底有多少分，我们的菩提心经不经得起境缘的考验？恐怕不用考太久，考一下就考得晕头转向了。这是没有五根也没有五力呀，这37道品里面讲嘛。下面，若破无明，明念不退，则不失中道正念。菩萨想要成佛，那他必须要破一品无明。无明是什么呢？他的最简单的解释，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诸法实相，对于事实真相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不清楚，佛菩萨那么清楚呢？因为他能够把无明放下。无明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起心动念。您把杂念妄想放下，就证得了念不退。这至少都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的菩萨。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太好了。您永远不会失去啊中道正念。关于这个中道呢，佛在经上有很多种说法，在这里我们就选其中的一种讲法啊，我们补充一下，念给大家听。中道不偏于空，也不偏于有。换句话说，空有两边都不放在心上，还有非空非有，
亦空亦有，不落二边，圆融无碍。这个就称为中道。看到我们佛家的这种说法，您就知道了，佛教所讲的中道，那比中国儒家所说的中道还要高深。这就是为什么儒修了一辈子不能超越六道。那我们修学佛法的中道呢，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呢十法界。所以佛法干净的彻底利索，不像这个世间法拖泥带水的。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求至高无上的这个圣教。另外，法相以唯识为中道，三论中以八部为中道。这个八部大家也经常听到，哪八部呢？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移不易，不去不来。这三论呢，他们是以这个为中道。那天台宗呢，是以实相为中道。华严经呢，是以法界为中道。您肯定就会想到了，那我们净宗呢？是不是？你现在修净土法门吗？我们以什么为中道呢？哎呀，念佛法门最好回答问题，没有您回答不了的问题。净宗的中道是什么？阿弥陀佛。下面是念老所说的：今不退人辙，只安住于实相之理，念念不移，则应是念不退矣。经上说，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这个地方讲今不退忍者，是指安住于实相之理。实相之理就是从一切现象上见到本性，见到自性。他见到性，他就成佛。我们现在凡夫说实在话，只看到什么？只看到相，没有见到性。但实际上性跟相有没有分开呢？有没有隐藏起来的？没有。说到究竟处，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不二，性相一如。举个例子啊，就是电视好了。你看现在我们电视没有打开，一块屏幕，这块屏幕就是它的体，就是性。哎，电源一打开，调对了频道，当然也连上天线嘛，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种种的画面，就听到呢许许多多的声音。那这就是相咯。相有没有离开这个屏幕呢？没有。所以那个会看的人，他看这个相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屏幕。虽然看这么多的相，他不被这个假相所动摇。所以什么叫念不退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念念不动，不受这个境界相所干扰。这不就是中文所讲的一句话吗？两个字，说什么？会摸，是不是？你会不会看电视呢？会看的话，他就在看的过程当中修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说真的，我们看人生啊，就像看什么？就像看电视一样啊。回到家里面看家人的表演，其实大家互相看，对方是演员，你是观众，那对方呢看您，您也是演员，他是观众。人生就是一场戏，不能够当真。但是呢，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好，不能够演错了。演错呢是要堕三途的。
祖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我们敬宗这个弘誓啊，就是说真正相信念佛法门，真正发大愿，我要去西方净土，真正执持名号，绝不怀疑，绝不中断。说到这个不中断呢，我们不能够要求太高。现在有的道场也有些同修呢，也发大心，鼓励大家，到这个佛堂里面呢，修波州三昧。这个提议呢，其实也好，因为这是佛讲的嘛，是不是？还有一部经叫《波州三昧经》呢。但是您要想一下，谁修这个法门？大家看一下《华严经》后面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参访的一位是大德，吉祥云比丘或者德云比丘，他在哪里修波州三昧呢？他在一个很安静的山上修，但是他是什么身份呢？原教初住菩萨。我们不要说90天不休息，不坐下来，不睡觉，连9天都不行了。甚至再说的短一点，9个小时哦，一直绕佛，那要很强的体力才行呢。4个小时可能还可以，5、6个小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到了7、8个小时可能就有点累了。那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就是贤公老和尚所教给我们的，这是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教我们大家怎么样以弘誓功德庄严自己呢？我们练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体力恢复过来呢，接着再念佛，这个好。千万不要做不到勉强去做，那个这个就有攀缘之心了。文经菩萨根基不一，这个是真的嘞。你看菩萨的根性，它也分为51个阶位，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51个位次。文法之意各有差殊，同样都在听经闻法，每个人得到的利益呢都不一样。就好像这个植物一样啊，天下了雨了，每一种植物吸收这个水分的数量多少不一样，人也是如此。40000亿那由他100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始出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呢，就感觉特别亲切。为什么？这个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做不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我们起码能够达到什么功夫呢？念佛功夫成片，没问题。其实这一段呢，是佛给我们授记，下面就解释嘛。今始出发者，就是发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呢？我们用偶益大师的那个说法，大家比较容易懂。真信切愿，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强烈的愿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说的再白一点，想去极乐世界的心。这个大家听得懂吧？如果连这个都听不懂，那就太难了。应该大家都听得懂。
还有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发心毕竟二无别什么意思呢？去年发心要去极乐世界的人跟今年发心要去极乐世界的人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为什么？都去极乐世界，只不过是早一年晚一年而已，但是呢目的地方向一致。那哪一种人难呢？二心，这种人就难了。这是哪一种人呢？这是一般所讲的凡夫。所以佛门有这样一句话提醒我们，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没了。啊，就算他哦，还依旧来到寺院，也和我们参加共修，也和我们一起听经言教，但是他怎么样呢？只有那个形式，他心里面已经没有佛的那一个印象。那他为什么还来到寺院里面呢？当年李师公就说了嘛，他为什么还来到寺院里面还听李师公讲课呢？哎呀，到寺院里面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在家里太孤单了受不了，又没有又没有别人跟他在一起要聊天了，他到寺院里面来可以跟这个讲讲话，可以跟那个所以说心里比较舒坦一点，说的不好听点，打发时间的。当然喽，他到寺院里面来，他肯坐下来听一两个小时课，那也不错，是不是？总比他在家里面看电视玩游戏好。但是他这一生呢，说真的，要说到确确实实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不敢保证，这个就看他临终的时候缘分，他的善根福德如何。下面再总结了，故一切经中于发菩提心之人数均大殊之也。所以佛在前面所讲这些高阶位的、中阶位的、低阶位往生的人数数量多少，那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够去极乐世界，关键要做到偶遇大师在弥陀经要解当中所讲的那句话。他说呢，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无。换句话说，有真信有切愿决定往生啊！就算他一天到晚念佛不多，他肯定去得了，因为他已经看破红尘了。当年弘一大师讲了一句话，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若人不念非愚即狂。这个话其实很重哦，哪一种人不肯念佛呢？不是没有把这个理论方法搞清楚啊，就是呢狂妄自大、愚痴嘛，或者是狂妄。因此我们这么冷的天气还愿意大早起来读经，还愿意来到讲堂听经，还愿意到佛堂去绕佛拜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强烈的出离六道轮回的心，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我这一生不能够去极乐世界，我不敢保证自己来生可不可以再得人生，我也不敢保证我来生可不可以再闻佛法，尤其是遇到净土大法。您可不要以为说现在遇到无量寿经很多人呢，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跟文字的人很多啊，
是的，是不少。可是到最后临终的时候，跟旁边人说他有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他，这样人多不多？我们不要说别的道场，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我们这里创建20多年，你看到哪一个同修跟你讲他走了？那么多佛友帮他轮班助念呢，那个佛友还是没有跟我们亲口讲，哦，佛来了，我跟他去了。好了，当时不能够走，那后面还有一个机会，中阴身，49天。如果过了中阴身，还是没有听到这个往生的消息，那就不敢保证。可是有时候一些同学跟我们讲了，哦，他走了。其实我们对于这种说法，悟圣的看法是，听一听就好了。比较可靠的是那个已经往生人，他晚上托梦给您，他现个像给您看，哦，他已经在极乐世界了，他现在怎么样？这个还值得信任、相信。如果是某某人说他去了，那您要问一下他怎么知道的？他凭什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些话呢，我们就不想多说，因为说多的话会伤到某些人的心。总而言之呢，自己要有智慧来判断。下面再讲，如是菩萨既发大心，复行众善，愿生极乐，故均得往生见佛。不管是生到十报土的，还是方便土的，或者是凡圣同居土的，啊，就算他去到边地一层，他怎么样呢？他还是能够啊，有一天花开见佛。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功夫呢？就是精进的心修，每天都不能够间断。念佛的时间越长越好。经教的学习跟念佛的时间也要看每个人的年龄、健康状态。如果您是40岁以下的，我们建议您呢，这个经教啊，花时间多一点。如果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我们就建议您呢，念佛的时间要久一点。已经达到60岁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的？经教的时间最多2个小时，包括读经跟听经，2个小时就够了。那其他的时间呢？最好通通念佛，全都拜佛。可不要到了退休年龄，还在这部经也想学，那部论也想看，这个注解也想深入，那一个书抄也想去啊学习。那就完了。哎呀，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也讲到嘛，这个杂学、杂进的人呢，很难保证他到最后是否练到三昧现前。所以我们自己要评估一下我们现状是什么。现前这个时候呢，真的要把念佛当作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纪啊，让我们很担忧。为什么？灾难太多太多了。下面再讲，复于诸方先后成佛，同名妙音如来。这不就是显示出释迦牟尼佛有天眼通吗？他可以看到什么？未来我们这个每个人成佛之后，您的名号叫什么？我们都一样，通通都叫妙音如来。请问这个妙音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因此，我们到达别的世界实现成佛呢，
您肯定会大力的宣传无量寿经、净土三经还有念佛法门。下面再来受记：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具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称无上菩提。看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不少众生往生，那别的佛土呢也是不计其数啊。所以底下就介绍了又就是刚才这一段，说明呢十方具缘众生普得受记忆。请大家留意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字最重要，具缘，具足缘分。哎，我们就会联想到弥陀经嘛，它不但具足缘分还具足什么善根福德，所以三种条件要具备，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以后啊念佛升到极乐世界。到达极乐世界呢，决定会被佛得到这个受记。佛对众生受当来成佛之记，名受记。此有四种：一、未发菩提心受记；二、已发菩提心受记；三、隐覆受记，他人得闻，当人不知；四、现前受记。这个受记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啊预言，就是跟他说未来啊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下面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1112页，参考资料下册1112页，大家找四种受记，四种受记有看到吗？好，第一个呢就是未发心耳语受记，会有众生往来五道。经上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说六道，其实是一桩事情。那说六道呢，是把天阿修罗单独的作为一道，这讲六道众生。诸根猛力，号耀大法，了不起啊！他的根性呢很利，他喜欢呢大乘佛法，说明这个人的善根无比的深厚。佛知是人，自此过若干阿僧祇劫，发无上菩提心。佛晓得六道里面这个众生呢，不管他现在在哪一道，佛都知道啊，他将来呢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会发菩提心。大家不是看过或者听过《法华经》里面一个公案？你看那个以前不是个樵夫嘛，砍柴的，很久以前他就被那个老虎吓到了，爬到树上去，在惊恐当中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念了一句南无佛。那么久之前念了一个南无佛，这一辈子啊、遇到释迦牟尼佛他就能够出家证得阿罗汉果。念一句南无佛就能够证得阿罗汉，那我们今天念了多少声阿弥陀佛呢？你肯定总有一天怎么样，总有一生一世可以发大菩提心的。又过若干阿僧祇劫，修菩萨行，度无量众生，令住于菩提。又过若干阿僧祇劫，成无上菩提，号自如是，国土如是。这一个修行人
的名号是什么？他在哪一个佛刹？度多少众生？时间是多久？佛通通都知道，乃至灭后法住岁数如是等。这是讲他的法运呢，正法时间、相法时间、末法的时间多长，佛也都很清楚。不过我们看了这里介绍以后，也就会感觉到啊，其实这个修行人从出发心到成佛时间长不长？很久。所以后面就讲嘛，是名未发心而与受记，是十位以前的总性地也。他是呢十位以前的总性地。什么叫做总性地呢？总性地也叫做总性住。总就那个种子嘛，总是能生的意思，性呢就是自分不改变的意思。别教菩萨在十住十行位当中道种成就，没有退步，他不断的往前进步，这个叫做种性住。像这个别教的十住菩萨、十行位的菩萨，相当于原教的初信到九信。那如果再进一步，他达到十信心满，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就到达了一真法界。底下再讲度无量众生，令住于菩提。他要过若干阿僧祇劫，才能够成就无上佛果。这个阿僧祇劫是两个大单位，这个劫是大劫，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等于说，一个大劫多少个小劫呢？八十个。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那阿僧祇多长呢？很容易记的，前面是1000，接着呢当中来8个万，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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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万，后面还什么兆？那个兆就是万亿，1800万加上万亿才是一个阿僧祇呀。这个阿僧祇跟那个劫相乘，哎呀，这个简直是什么天文数字。所以而未发心而与受记的人，其实他也是挺难得的，他要修这么长的时间才辛辛苦苦到最后呢成就佛道。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好好珍惜遇到念佛法门的机会呀？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前一些众生咯，尤其是讲我们这个小道场，悟生就看了什么，好多同修对于念佛法门他兴趣不大，他为什么也来到我们这个道场呢？其实悟生每天早上呢看了一个同修，标准时间7:05他的车子就开进来了，下车呢拿这个便当盒给他一家三口打饭，然后再开回去。悟生就很好奇，一家三口手脚都很利落，为什么来到道场里面打早饭？他如果不在功德箱里面投钱进去啊，有一句话不晓得该讲不该讲，他以后还那个债呀，不晓得多少生还完。他如果这一生能够去极乐世界没问题，我们帮他怎么讲，我们供养他吗？是不是？如果他没有了生死呢，他们一家三口子那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往好处来讲，哎呀，他还愿意来到寺院吃素食，不错啊，总比去麦当劳好。
当然去麦当劳要给钱，来到寺院他不用给钱，你现在不给钱，以后要还债呀。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没有听经才会这样子做。当然，我们对于这样人呢，也要表示客客气气。为什么？跟他没有缘，所以我们还不敢说这个真话给他听。他如果哪一天请教我们法师，我可不可以来到道场吃饭呢？我们会怎么说？当然欢迎呐，非常欢迎您来吃素，您太给我们面子了，是不是？因为您认为好吃才会进来吃吗？后面还有一句话，希望您到佛堂去念佛，至少要念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把这个功德恭恭敬敬的回向给护持我的所有众生。因为我们这边用的电、用的水、用的饮食等等，这都是十方众生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供养道场的，它是要供养修行人的。如果我们没有修行的功夫，就用十方的这些物品，情何以堪？这都是没有了解戒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有时候看那些同学，他来的道场，并不是真正想要修行，并不想呢了生死。当然嘛，既然跟我们这边有缘，我们也跟他结一个善缘，常常修布施、修供养，说不定哪一天呢，他就愿意来听经闻法，愿意去念佛了。好，这是第一种受记。第二种受记呢，是事发心已得受记。这个事发心就是刚刚才发大心。或有人久值得本，修习善行，勤心精进，诸根明利，世人发心即住阿惟越定，入菩萨位，堕毕竟疏，出过八难。如是等人事发心，诸佛即受，当得作佛之境。是名事发心已得受境，是住行以上也。那这个境界就比前面就高了，它是属于呢别教的实住实行的菩萨，也就是原教。十信里面的九信以前的菩萨，这一类的众生呢，他的善根呢很深厚，他愿意断恶修善，愿意呢不断的向上求进步。他真正发大心，就能够使他安住于阿惟越致这样个地位，这了不起啊！这就是三不退嘛，他证得了。第三个是密受记，有菩萨求无上菩提，行种种之施，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哎，他很乐意呀，去做。勤行精进，求诸善法，如是人故当受记。对于这样人，佛当然呢。应该要给他受记，可是后面有个问题，然自至满足，恐不复更发精进之心，如不受记，复恐众人生疑，为此人精进修行，不蒙受记。什么意思呢？如果佛当面跟他讲，你将来证的什么果位，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会升起一种骄傲自满的这样一个心态，他就不可能再努力用功了。那佛如果不给他受戒呢？旁边的同参道友就会有怀疑了，这个人修的这么样的精进呢，怎么佛不给他受戒呢？那佛怎么办呢？
是故佛以威神力密作当得作佛之首记。什么意思呢？佛不对这个人当面讲，对旁边的人讲。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修，对不对？那老师呢不会跟我们说我们将来怎么样，他跟我们的同窗好友说，哦，那个人他怎么怎么怎么。令他人闻，不令当人知，这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在保护他，避免这个人呢生起一种共高我慢的心，这都是佛智慧跟慈悲的显露。是曰：隐覆受记，或云密受记。这就是此地所讲的隐覆受记，或者叫做密受记。只有别人听到，他自己还不晓得。第四种是现前受记啊，这个太好了。怎么说呢？不但自己晓得，全天下人都晓得，大家都知道。有菩萨九级善根，无不具足，常修梵行，观无我空，于一切法得无生忍，佛知是人功德智慧以悉具足，则于一切大众前现前记其成佛名号国土等，是名现前受记。在《首楞严三昧经》卷下里面呢，都有把这些事情呢给我们说出来，这是讲到四种受记。好，我们这个参考资料收起来，接着再看注解。1105页最后一行，此地啊讲到法忍，这是佛所发的48愿里面讲的这个三种忍。念老说为一为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以及音响忍、柔顺忍、无声法忍，得佛受记，证入无声，成无上正觉。如是之人，故云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这个无声法忍，那至少是原教七地菩萨就证得了。无声法忍分为三种：七地、八地、九地。这些菩萨对于宇宙的真相，那都看到了，亲证亲闻。我们修净宗啊，可以说每一个同修呢占的便宜就大了。怎么讲？去之前您是什么地位啊？凡夫是不是？可是升到极乐世界呢，居然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三不退的菩萨。所以念佛法门为什么也称为不可思议的法门，就在这儿，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得到这个利益，是真的得到。为什么可以得到？是阿弥陀佛成佛之前，他考察一切诸佛刹土之后，他看到众生呢容易退转，进进退退很不容易，就连舍利佛尊者60个小劫当中也都是会进进退退呀，太难了。所以佛呢悲悯我们众生，加持我们大家，让我们一到达极乐世界个个都不会再退，都是八地菩萨。再看底下经文，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看来我们大家这一生能够升到极乐世界，是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过去生中结了很深的缘，也跟极乐世界呢结了很深的缘。
唐译本《无量寿经》是讲的，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唐朝的大宝积经《无量寿会》有这么一段经文，这里也把它摘录出来了。八万亿那由他众生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无量寿佛习行菩萨道时，成熟有情，悉皆当生极乐世界。不同版本的《无量寿经》呢，那个意思呢都一样。所以啊，前面一段经文讲到，十方世界每一方各有八万俱胝那由他忍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那么看了此地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佛所说的话是真的。下面是念老所讲，盖一切法从因缘生，世间法离不开因缘，佛法呢也离不开因缘。如是众生过去生中得与因地中之弥陀相执，这个执就是遇到的意思。我们大家过去生中呢，说实在话，遇到佛法，遇到佛陀，遇到菩萨，甚至遇到声闻缘觉等等好多次。可惜怎么样呢，我们大家都忘了一干二净的。以前呢，我们在夏威夷时候遇到一个女众同修，他就跟无神讲一桩很遗憾的事情。他说有人跟他说，他前世啊是观世音菩萨的侍者。我们就很羡慕，哇，你是观音菩萨的侍者嘞。他就叹了口气，哎呀，这一生变成女人了，你看遇到观音菩萨都不能够成就，太不容易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南北朝时候的梁武帝怎么样，他的福报大不大？他有个国师嘛，宝智公大师。宝智公大师是谁？观音菩萨再来的。还有他遇到宗门的，我们中国禅宗初祖印度第二十八祖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我们说他果位最低哦，那至少也是三果圣人嘛。但是他宗门明心见性，那就不止三果圣人了。那明心见性的菩萨，这是原教初祖菩萨分正佛啊。两个佛都被他遇到了，还是不能够超生，还是只升到了刀立天而已。所以哦，能够跟阿弥陀佛相执，能够跟阿弥陀佛遇到，这不是普通的因缘。遇到之后该怎么办呢？听佛的话，真正要照做，那这辈子呢才能够出离苦海。深蒙教诲，成熟善根。遇到佛了，哎，那佛呢天天在教我们，他教我们，我们也应该要怎么样？信受奉行。是乃无上殊胜之善缘，有因素世受教因缘，曾从闻起思，从思生愿，如是正思正愿，应入八十心田，决定不消，是为无上殊胜之善因。可以讲了，我们今天能够这么欢喜的学习无量寿经，这么欢喜的愿意去深入学习念老这个集注，愿意来听老和尚的播经机，这代表什么？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那个善根的种子
特别多啊。还有一类的人更加了不起，哪一种人呢？就像地藏老和尚的徒弟郭漏降老法师那样子，他有没有读过《无量寿经》？有没有听他师父讲过《无量寿经》？他师父地藏老和尚在当时是讲经的大和尚呢，在全国是响当当的人物。佛教界提到地老，哪有不知道的道理？他就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他不认识字嘛。可是他怎么样呢？把他安顿在一个破旧的寺院里面，让他在那边住着，还请几个当地的居士护持他，照顾他两顿饭，还帮他洗衣服什么的，教他修行嘛。你不是想出家吗？那你就要修行喽。修什么法门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没想到这个事情，可能地老都没有想到啊！他帮他这个儿时的玩伴呢，做了一个增上缘，他成就了一尊佛，因为他这个徒弟嘛，居然是练了3年之后。欲知时至，自在往生，而且是站了3天3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先是地老度他的徒弟，对不对？那后来他的徒弟成就了，那他的徒弟有没有度他的师傅呢？也度了嘛。地老怎么讲呢？你太了不起了，这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你，讲经弘法的大德也比不上你啊。其实地老说这个话，他肯定也做过调查嘛。用我们现在一般通俗话来讲，打破世界纪录，是有人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但是没有听说过站3天3夜的。这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地藏老和尚要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他，那肯定他那个徒弟郭漏降老法师也一起来嘛，感恩嘛，是不是？哎呀，你看这些都是啊，表法，表呢，过去人中跟阿弥陀佛的缘分很深，特别特别深。其实我们深不深呢？也很深呐、啊！这么冷的天气，你还从家里面来到这里听课，了不起！佛菩萨都很赞叹。下面讲，于是因缘具足，蒙佛威力摄受，具得往生极乐世界。可见极乐世界菩萨声闻天人，具皆无量者，正表弥陀因地。于无量劫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道众生，是无量也。这是事实。所以我们看的这一段的介绍啊，大家这一生升到极乐世界，有一桩事情您不必担心。什么事情呢？极乐世界哦，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嘞。我没有去过嘞，是人很多，但是我不认识大家。那这我到那边，是不是跟别人没话讲呢？那您又想错了。升到极乐世界，不但人数多，而且怎么样呢？熟人很多，特别多。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生的，也有他方世界。您过去生中认识的那些人呢，他们也早就去了。所以到达极乐世界，好热闹啊！举个例子吧，进了讲堂时候，您天眼现前吗？到时候一进讲堂一看，哎呦，这个座位那个座位，原来很多人您都认识，大家互相看一眼，心照不宣，笑一下，然后那些早来的菩萨就看着您怎么说呢？眼神就能够看得出来吗？欢迎你来，
只是我比你早一点时间到。凡是跟我们有缘的这些菩萨，他们都会有在我们临终的时候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们，这是共襄盛举。哎，从这件事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阿弥陀佛过去生中跟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结的缘很广。就拿我们这个道场来说，我们觉得汉尼夫先生过去生中跟图文巴结的缘很深，比我们法师还要深。我们法师不经常出门，也不经常跟当地人打交道。你看汉尼夫先生常常跟当地人开会见面，是不是在一起探讨事情，甚至还到别的省开会。那证明他以前是跟这个世间的众生因缘很深。那我们是没有常常跟当地人见面，但是我们要修什么呢？随喜赞叹。哎呀，随喜汉尼夫先生说有功德，这个好嘛，是不是？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就帮他一把喽。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随喜赞叹。且我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是必弥陀于无量劫中于往劫中追逐我于泥泥之中，教诲我于火宅之内，摄受不舍，劝导不休，不惜共轮转于六道，但欲我回心于一念。哎呦，看着这段话我们都很感动呢。就世间法来说，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谁呢？父母，是不是？这是恩重如山呐。但是还有比父母更重的是谁呢？这讲的阿弥陀佛。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嘛，阿弥陀佛为了要照顾我们，他还怎么样呢？他还跟我们共同在这个六道里面共处。为什么跟我们在一块呢？他就希望我们能够回心于一念呢。我们现在不是一念呢，我们是多少念呢？光是今天早上醒来到现在，不晓得有多少个杂念妄想。可是阿弥陀佛呢，生生世世对我们大家是不离不弃。释迦牟尼佛也是个很好例子，他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可是他没有放弃我们，他光是这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佛身第几次？第8000次。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佛那个慈悲心真的是排名第一。这么多次的示现，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出离苦海。苦海当中最苦的地方称为泥泥，泥泥翻成中文就是地狱。众生为什么容易堕落三途呢？这个地狱大家是怎么去的呢？地狱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呢，这个在《白法明门论》里面就讲到了，众生都有心所，心所法嘛。那心所呢，有11个善心所，有26个恶心所。恶心所就是烦恼，也就是讲，人呢，造恶容易，行善呢很难。像现在末法时期，我们处的时代很不好。仔细观察一下，您身边的人，几个人天天在提醒您要认真念阿弥陀佛的？几个人在劝您要求生西方净土的？恐怕多数人都在跟您说什么？吃喝玩乐，享受所谓的人生的物欲，怎么样赚大钱，怎么样能够得到更高的利益？仔细看，都在造作三途业。
我们如果这辈子没有闻到佛法，也很可能跟一般人一样啊，都在造作三途重罪。幸好我们过去生中亲近诸佛如来次数很多，熏修的种子非常多，这一辈子再闻到正法，我们就肯信受，就可能一教奉行。尤其是遇到无量寿经，遇到念佛法门，这个机会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千万不能够再错过了。这常言不是说吗？过了这一春，就没这一店了。能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关键要做到什么？回心于一念。让我们的心呢，从这个六尘回过头来，心心念念都想阿弥陀佛，恩德无极，威德无穷，为我培植善根，今幸生育增长。像这些话，我们应该多看一下，看了之后呢，才能够体会到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深恩厚德。幕后念老就讲了：“注释至此，不禁泪淋啊！”所以他老人家写这个集注的时候，写到这里，他就怎么样呢？他自己都感动到哭起来了。其实我们那个善根福德深厚人，您看到这里就怎么样呢？也眼泪稀里哗啦就会流出来了。下面呢，就讲到这个瑞相了。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底下解释，又表法会圆满，复现奇瑞，本经现瑞，即现续分，复现正中与流通，深显此经实为初善、中善、后善，万德圆满。大家有没有看过藕益大师所写的《弥陀经要解》？在要解里面，藕益大师说什么呢？《弥陀经》虽然文字不长，它也具足什么？初善、中善，还有后善，了不起呀！而《无量寿经》呢，同样，它也具足初善、中善、后善。真正达到了万德具足，万德圆满。一般来说，这个现瑞的情况呢，是在某一分会出现，要么是在续分，要么在正中分，或者是在流通分当中出现一项。不是说三种都同时出现，那这个就少了。而无量寿经呢？三分里面都有瑞相，下面再把它温习一下。如续分大教缘起品，这是一开头嘛，我们就看到了，这是第三品所见到的。世尊微光鹤翼如融金炬，放大光明数千百遍，光眼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有。这是当时阿难尊者跟与会的20000多人同时都见到释迦牟尼佛放光，大家很惊叹，从来没见过佛放光哦，这么样的殊胜的。以前虽然看过，不像今天这么样的奇特。如是之瑞应称奇瑞，以习所谓有也。它不但是瑞相，还是什么奇特的瑞相。大家都晓得阿难尊者做佛的侍者时间很久啊，25年，
我们那时候不晓得跑哪里去。如果也能够追随佛出家，就算是做佛的侍者2天也很高兴的。不要说当佛的侍者，我们当师父上的侍者，你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既见弥陀如黄金山高出海面，复闻十方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弥陀掌中放光，一切佛国悉皆明现，如是之瑞正是奇瑞，莫于流通分宗，则大地震动。这一段呢，前面是在第38品，我们就看到阿弥陀佛现前了，与会大众呢都亲近阿弥陀佛，都见到极乐世界。那么在流通分里面呢，我们又看到大地震动。不过在这里大家放心了，不是整个山上，说小一点的，不是奇都绝山发生地震，那还得了？如果山崩地陷，谁敢上山去听经呢？不是那个现象。这个震动是指什么？心地受到了震撼，这是讲经教学的作用。下面一句，并现种种稀有神变。这种神通变化就不只是一种了，因为太多了。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光明代表智慧，智慧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帮助我们大家离苦得乐。佛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大家恢复自己的智慧呢？讲经说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他那个视线就非常好，每天讲经8个小时。其实说了那么多的经呢，他最想讲的法门是哪个法门呢？念佛法门。佛有能力分身吗？那他至少能够照顾多大的范围的众生呢？3000大千世界。其实佛不止一个3000大千世界，所有诸佛刹土他想去哪里都能够到达。哪里有缘呢，就有他的身相的出现。下面是天人的赞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这种情况啊，一般人的肉眼呢那就见不到了。其实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体会到，佛当年讲经的时候，不但有人在现场听，还有谁也在现场？欲界天、色界天、欲界6层天、色界天18层，就是24层天，他们有来。有人就说，那无色界天呢？他不来。这个好可惜啊，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证得般涅槃了，他不愿意学佛。那24层天，许许多多天人呢，他们都在这个时候啊，听经闻法，深受感化，并且呢，他们还有动作，浴花妙供。经文呢，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底下讲，天花纷降。经文里面讲，稀有神变，古今所现，亦是奇瑞。无量寿经朝曰，续分中有光言奇瑞，今亦现此瑞相，当知佛意，表正众也。这些啊都是表法的。天人呢，听经听得高兴嘛，要结束的时候，天人怎么样呢？
表达他一个感恩的心，就把那个天花从空中呢洒落下来供养佛。他也想培福嘛。嘉祥书为流通显瑞者，明感瑞正印。这个明啊，就是说明瑞相是怎么来的呢？感应而来。所以天人呢，这么一个动作，就证明这部经无比殊胜。又净引疏云，如来化舟。这个化就是教化，舟是什么？舟缘。换句话说，没有众生，佛渡不了的。那只有一种人，佛是拿他也无可奈何。什么人呢？没有缘的人。但是没有缘，佛怎么办呢？跟他结缘喽。怎么跟他结缘喽？布施供养。所以佛是很有耐心的等，但是他那个等不是被动的等，他会主动。味增悟净，哎呀，这个文言文太好了。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文言文呢？字不多，意思非常的完备。这个悟包括谁呀？包括所有人，包括所有有情众生，整个宇宙啊，用一个字就可以代表了，悟。悟的范围大，所以不但有人，还有天，还有三恶道等等这些众生都在其中。那么这个化舟呢，就眼前来说，是这个法会啊达到圆满的时候。佛这么一讲经，就让有形众生跟无形众生通通都对佛升起了恭敬感恩之心。故以神力动地放光，坐月浴花。这些瑞相啊，都是众生有感佛所应现的。下面是念老所讲的，总之皆为众生正信，劝令众生于经所说难信之法，应生实信。原来这个献瑞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大家产生真实的信心。大家都看到海贤老和尚最后照了一张相片，平常他不照相的。他这一生呢，112岁当中，也一般都不会主动的要人家帮他照相的。可是这最后一张相片呢，是他特别请居士哦，帮他照了张相，而且他手捧着什么书啊？你把这个相片放大，就看到这个标题了：若要佛法兴，唯有生战生。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要看。他老人家手捧这本书照这个相，是印证，印证什么呢？下莲宫这个汇集本，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的，也证明念老这个注解集注是真的，也证明我们大家学这部经学这个注这条路是正确的。因为他老人家这一生修什么法门呢？就是执持名号求生西方净土。而这部汇集本跟这个集注全都是讲这么一桩事情嘛。最后一段经文呢，是教我们大家要做到四个字啊：信受奉行。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您把这段话要看清楚啊，
因为这个里面就包括谁？谁呀？您喽，是不是？您就在其中啊，因为他这边不是讲了吗？一切大众啊，我们虽然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已经读到无量寿经了，听到无量寿经了，您算不算是其中一份子呢？您跑不掉啊，您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是要做到什么？信受奉行。下面再解释。尊者阿难以下净影书云，明说广义，教窃群机，大众同喜。佛讲经是真上缘，我们来听呢，就会得到受益呀。教窃群机，这是讲经说法，这个窃呢，是说合适、满足的意思。听的人听明白了，听得很高兴，听懂了，他晓得怎么去修，怎么去做。如果佛讲经讲了半天呢，大家都听不懂，你会怎么样？你肯定就会跟自己说嘛，我下次不来了，对不对？这不浪费时间吗？可是佛讲经呢，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大家听得很高兴。那什么是欢喜呢？在《无量寿经钞》里面解释，法位云：一，伽耶三顶经论名欢喜有三义。一，说者清净，于诸法得自在故。这是讲讲经说法的主讲人，他自己达到了身心清净，他呢于诸法得自在呀。那这个诸法就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想要达到于法得自在，那至少也是阿惟越致菩萨，三不退的菩萨。第二种清净呢，所说法得清净，以如实清净法体故。这是讲佛所讲的法，不管是大乘法、小乘法还是一乘法，都是清净之法。可能就问了，为什么？请问佛所说的法从哪里来的？从自信，自信流了出来的。那佛的自信怎么样呢？他恢复了嘛，自信是本质清净，对不对？所以源头是清的，那当然流出的法呢一尘不染。这是第二种。第三个呢，就讲到我们了，一，所说法得果清净。哎呀，尤其是听到无量寿经了，那您得什么果啊？说的第一点，阿惟越致菩萨，是不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吗？个个都是阿惟越致菩萨。最后呢，妙觉如来。所以听经闻法能够让我们大家得果清净，以能证得清净妙境界故。因为我们将来能够证得清净妙境界，这个清净妙境界就是指极乐世界的十报土。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不是凡圣同居土啊，也不是方便土，您跑到哪里去了？居然就是十报庄严土。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是的，因为您是阿惟越致菩萨嘛，八地菩萨当然就住在十报庄严土了。到达极乐世界，我们升到十报土，我们上课的时候要不要戴口罩啊？是不是？那个讲堂啊，又大又亮又舒服，又不冷又不热，温度最适宜，哪里像我们现在包了像个粽子一样的，走路都不方便。所以早点去极乐世界听佛讲经好啊，又快乐又轻松又自在。
敬畏大众闻弥陀愿，贺世尊意。与会的大众呢，这有形无形众生都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大家都愿意有贺世尊恩。这个贺是动词，承受承蒙，大家承蒙释迦牟尼佛的恩德，自得大义，何不欢喜呀？他自己得到这么殊胜的利益，他怎么不高兴呢？大家应该可以观察得出来，台上讲经的法师讲得很高兴，是不是？讲了200多次，开心呐！佛力加持，我们这个讲堂里面所有众生，让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深信不疑。下面是念老啊，再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准超意，就是根据啊《无量寿经》超的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说此经者，是我本师。这里讲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讲这部《无量寿经》嘛。佛讲：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是为说者清净。世尊已经证得法王，那我们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是什么？法王的学生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也希望将来也可以证得法王，其实叫恢复，也恢复到法王这个地步。做法王好啊，于法自在呀，没有任何的拘束障碍。这是讲到说法的人清净。第二个呢，所说之种种功德，只是以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到了最后，念老又把它再说一遍。这个清净具是什么？就是一法具。一法具是什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再说的最简单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将来修净土法门，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吗？到后来您证得什么呢？竟然也是证得我们这个所念的这一句名号阿弥陀佛。而且我们所成的那个佛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这个就是什么？所说法得清净也。真的要把这句弥陀名号啊全都参透，无量寿经汇集本要深入，念老这个集注要深入。我们看这个集注，最起码要把它连续看上30遍。看第一遍问题很多，再看第二遍问题就少了一些。当你看到10遍呢，那个疑问呢就越来越少，看上30遍，你的道心就升起来了，就一句弥陀接一句弥陀念下去。假如您能够把这个念老的集注连续看上100遍，那就太好了，到时候再看别的注解，没有您不知道的意思，全都懂。我们现在是看注解的变数太少了，读无量寿经的变数太少了，所以要看来看去还是很多问题，还是呢很多地方看不懂。读经听经念佛的目的何在呢？就是收心，让自己的心呢越来越定，杂念妄想越来越少，定到极处，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是佛讲的。第三种清净呢，是得果清净。如灵峰大师云：依庄严全体理性，依教修持，横出三界，净灯不退，原生四徒，究竟成佛，是乃得果境界清净也。具三清净，闻者得无上意，
是故皆大欢喜。信要受持，故云信受奉行。我于大师这个话讲得太棒了，真的，我们也希望这个讲堂有法师天天讲弥陀经要紧。弥陀经大家常常念嘛，是吧？今天下午大家会念三遍，希望有人讲要解啊，也更希望有法师讲了弥陀经疏钞，再讲圆中钞，天天讲，增强我们的信心。后面呢，是用彭老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做总结。此经，这讲无量寿经，具无量寿全身，亦具一切诸佛全身，于此信入，即具一切佛智，故曰：闻此经者，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至金藏灭尽，此经独留。所以佛慈加批，殊益于经，奉劝后贤，普同信受。彭老对我们大家很尊重啊，他称我们是什么？后贤，因为他是清朝人嘛。我们现在是2023年，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要能够接受这部经，要能够相信这部经，要能够理解这部经，同时呢，老老实实的去做。当年夏莲公啊，在世的时候，就留了两句话给我们。他说呢：“昨世无如念佛好，此生端为大经来。”所以夏莲公是为了大经而来的，黄念老是为大经而来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为大经来的。我们师父上人当然也是为大经来的，那同样我们大家是不是也为这部大经来的呢？也是啊，不管是出家在家，都要发共同的大心，护持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依教奉行，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求生西方净土。我们对于这个娑婆世界啊，毫无牵挂，对于弘法的工作，随缘尽心尽力去做，把这个功德呢供养大家，自己都不要，把这个功德呢回向求生西方净土。我们想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好。这古大德说嘛：“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你决定能够证得无上正的正觉的，所以我们呢共同一个心愿。同愿往生西方净土。好，这是我们第四次啊，跟大家报告念老这个集注。那明天呢？明天是不是放假呢？不会，明天接着再学第五遍，一遍遍的学。好啊，悟生发心呢，在有生之年能够连续讲上50遍，所以还有46遍等着。现在年轻嘛。昨天还跟智阳师说：“哎呀，老和尚是85岁才讲这个注解，我们是51岁就开始了，比老和尚早34年，所以应该还来得及讲50遍，应该没问题。希望呢，我们不停的深入，让自己呢开智慧，让自己呢能够啊懂得如来真实义，自己得到利益，也把这个法喜呢。”跟一切有缘众生呢来分享，希望所有大众呢都能够信受奉行净土大法。莫学悟生初习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